沙田第一城作为蓝筹屋苑，规模庞大，设有52座，提供超过10000伙，单位面积有280多尺起。屋苑不但租盘选择多，租金依照沙田市中心一带相宜，而且同样有铁路出入，由港铁第一城站出发，大概15分钟车程，则可抵达九龙塘站，可达城市大学及浸会大学；约20分钟车程，则可去到红磡站的理工大学，以及大学站的中文大学。屋苑亦有多条巴士线，外出交通可算相当方便。配套方面，屋苑自设商场，安置富第一城提供超市、银行、电器店及餐厅等多家店铺，能够满足日常生活所需。若想有更多选择，则可乘搭巴士或铁路前往沙田市中心，大概只是需要15分钟车程。沙田第一城临近城门河，部分单位外望可享有河景，不少街坊吃饭过后或者有空时候，都会在城门河两旁散步及做运动，相当惬意舒适。想对沙田第一城享有更深入的了解，又或者有各方面有关住宅的疑难，不妨联络我们美联专业团队查询更多。